有輕鬆惹笑啲嘅，就係、是、何文秀會妻之靈堂會。何文秀咧就俾人陷害，發配邊疆，行得公差仗義，放咗佢。佢就上京赴考，秋為大捷，就得到官拜八府巡按。佢就鬼馬啦，喬裝賣掛嚟試下佢個妻子。佢個妻子蘭英咧就以為文秀已死，喺靈堂就喺個堂中咧就設靈等嚟拜祭。我哋陳慧海就演繹何文秀，黎秀薇演繹蘭英。我哋要掌聲，輕鬆愉快嘅歌曲《何文秀會妻靈堂會》。
目睹，莫非钦差回来虚报？这么卦算命，百算百灵。夫郎和夫，你我最差。开了门了，为何又伏闭呢？你说叫他好，还是说不叫他好呢？不如等我高唱几句，引他出来自得。算命占卦，卦卦灵，卦锦绣彩华，不靠种啊，不靠你处理啊，先生卜卦，为何那像伴我的神之一数？启通天下，共通天下，是鬼是人非分出手之难。都怕了会微弱，有意难就来问卦，抛起大阵特阵话，请我饮茶。算命占卦，卦卦灵卦。啊，点解仲未人帮衬嘅咧？如果再冇人帮衬，本先生就到轮村去卜卦噶啦。心急如鸟难登台，我要赶马在家，不在家。先生请进。这位姑娘帮衬啊，是啊，高进。哦，难难乜嘢啊？难失幽香嘅地方啊，杰啊！草堂但留万代先生。好啊，好啊。先生请茶。多谢。多谢，唉，久未沾唇娘子茶，真是好香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先生你庄重啊！皆因口渴，恕我失仪啊！夜长啊，深。相思话，为的是我的
我难到待，我孤寒得唔将话，孤人来。看行床有意撞我腰，放他。待我这一字是他。娘子，你请我算命啊！是请先生算命啊？不是先生夸口，真是百算百灵的。哦，先生神算啊？嗯，神算。Thank you.
到孤阴就不生，独阳则不长，再尖落去就要算女方的命了。请问娘子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二十四岁啊。廿四岁，廿四属龙，何时出生呢？又午时出生。廿四属龙，午时出生。好好好，听我道来啊，看啊，闺民，玉兔伴金龙，空色无泪藏，吉星天上挂，是天气声，有事问曲声，还有一位太白，金星摇铃喝道。当场咧咧咧就在金仓，夫妇听重逢，说不尽风流，风流皆话男士高官，女为命妇，迎春仲生过，生过笑娃娃，喜极泰来真好话。
啊，你下嫁鄙人，总好过你青春守寡。你胡说啊！真要打，等我除咗啲假须，你至打啦。哎呀，你可是文秀我夫啊？正是你夫文秀。Oh, dear.
住妄图又大发。外相被缴，应接贵人与命妇。各位朋友，记住下半场再来欣赏我们精彩的歌曲，还更加精彩的。